这个视频呢是教你怎么样下载伟真的那个宽带的那个 build 啊，宽带的单就是网络单。首先你点一下这个人头，然后点一下 sign in 点一下，然后你再点 sign in。我这里已经登录了，如果你还没登录，你自己先登录，然后你就进入你的账户了。然后你点一下 account settings， 然后点一下 account detail， 然后你点一下这三个横线点一下，啊，有一个 my bill， 进入 my bill， 怎么没点到？再点 my bill。OK， 快完了哈，然后这里就有一个 download PDF bill， 看到没有？点 download PDF bill， 点一下 download PDF bill， 你的这个单就下载到了。下载到你看到这下面有一个 open in， 如果没有的话，你把它滑动一下就会出现 open in， 滑下来一下就会出现 open in， 啊 ，open in 点一下，啊，点一下 WeChat， 然后点一下 send to WeChat。这样你就可以发给你想发的人，点 send 就发送出去了，啊，当然你也可以换到 email 那里发送，你点一下 open in， 点一下 open in， 然后进入 email， 然后这里就可以输入我们的邮箱发送出去。你比如说输入邮箱是多少，我们给你的邮箱。输好了这里写就是比如说 VBO， 然后这里比如说发给我们的邮箱，然后点发送，这样就被发送出去，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啊。所以这个视频就教你怎么样下载和发送伟真的这个 BO， 因为这个 BO 呢需要有地址名称在上面呢，这个单才能被移民局接受。你们那些发的 email 上面那些图案啊，那些什么是不能被接受的，那个移民官是不可以接受的哈，必须这么发哈。这个视频就给你解释到这里了哈，可以了啊，谢谢你了。